大家好，今天一边散步一边来聊聊日本古代的中国话吧。所谓日本的中国话，是指主要发生在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奈良和平安时代，这个时期被称为日本的古代时期。这个时期，日本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宗教等。在政治上，日本模仿中国的唐朝制度，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被称为八色田制。同时也引入了科举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在日本并未长期实行。在文化艺术上，日本引入了中国的汉字，并发展出了自己的假名文字。同时，中国的诗歌、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宗教上，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为日本重要的宗教之一。许多著名的日本寺庙，如东大寺、法隆寺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然而，尽管日本大量引入了中国的元素，但它并未完全中国化。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保留和发展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日本的中国化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比如日本现在还在使用的年号，今年是令和五年。日本街上随处可见的汉字等等，让初到日本的中国人觉得这里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而已。不过，日本在古代时期虽然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文字、艺术、宗教等，然而也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接受或引入，以下是一些例子。一、科举制度，虽然日本在一段时间内尝试过引入科举制度，但这个制度并没有在日本得到长期的实行。在日本，官员的选拔更多的依赖于家族和个人的关系网络。二、太监制度，日本并没有引入中国的太监制度。在日本的宫廷和政府中，主要的职务都由贵族和武士阶层担任，而不是太监。三、儒家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日本的思想体系更多的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此，尽管日本在古代时期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但也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接受或引入。那么问题来了，一、日本为什么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在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确实尝试过引入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被称为殿试制度。然而，这个制度在日本并没有得到长期的实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社会阶层固化，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贵族和武士阶层的地位是世袭的，他们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和资源，因此他们没有动力去推行科举制度，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二、文化差异，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与中国不同。在中国，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而在日本，官员的选拔更多的依赖于家族和个人的关系网络。三、教育资源有限，在当时的日本，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贵族手中，普通人民很难接受足够的教育，因此很难通过科举考试。四、政治制度差异，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皇帝制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天皇往往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其他的贵族或武士手中，这使得科举制度难以在日本得到实行。因此，尽管日本在一段时间内尝试过引入科举制度，但最终并没有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二、日本有没有引进太监制度？日本并没有引入中国的太监制度。太监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制度，主要存在于中国的皇宫和官府中。太监们在皇宫中服侍皇帝，或在官府中担任各种职务。然而，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它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太监制度的制度。在日本的宫廷和政府中，主要的职务都由贵族和武士阶层担任，而不是太监。此外，日本的天皇制也与中国的皇帝制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天皇往往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其他的贵族或武士手中，因此日本并没有需要太监来服侍天皇或担任政府职务的需求。因此，尽管日本在古代时期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但它并没有引入太监制度。三、
为什么日本中国化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实际上，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入了儒家思想的。在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奈良和平安时代，随着与中国的交流增多，儒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流传，并对日本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产生了影响。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忠诚和孝道理念在日本社会中有所体现。然而，儒家思想在日本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宗教背景，日本的主要宗教是神道和佛教。这两种宗教的教义和儒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儒家思想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二、社会结构，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不同。日本的社会主要由贵族和武士阶层组成，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三、政治制度，日本的政治制度也与中国不同。在日本，天皇往往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其他的贵族或武士手中。这种政治制度与儒家思想的理念有所冲突。因此，尽管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并没有在日本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